之时，真正望见你的脚步，给你我最后的祝福。这何尝不是一种礼物，让我把自己看清楚。虽然那无爱的痛苦将日日夜夜在我灵魂最深处，我以为我会报复，但是我没有。当我看到我深爱过的女人竟然像孩子一样无助，这何尝不是一种礼物，让你把自己看清楚。为了是奢侈幸福，可心从不在乎。